得知男友分手后另结新欢，女子网上雇杀手毁情敌的脸。女子不甘心，又让杀手置男友于死地。转钱后才知杀手的真实身份，原本是雇凶杀人，却遇到了骗子。那么女子的行为是否涉嫌犯罪？前女友的报复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法律讲堂》。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人们常用此形容忠贞的爱情，这种爱情啊，确实感天动地。但是如果一个人为了爱情，自己不死，而是想让对方去死，那就是可怕的刑事案件了。今天呢，我就给您讲一个这样的案件。二零一八年的一天，某咖啡馆里。 爆发出一阵尖叫！只见一个漂亮的姑娘把滚烫的咖啡泼在一个穿白衬衣的小伙子身上，被烫的小伙子和围观的人们都发出了尖叫声。泼完咖啡以后啊，那个姑娘扬长而去。这两个人就是我们今天案件的主人公李英和王志康。当天呢、啊，他们是在进行分手谈判，李英逼问王志康。 我哪一点配不上你？王志康啊，谦恭地说：“是我配不上你。”李英又问：“那你为什么要和我分手？”王志康啊，无奈地说：“咱们两个人呢、啊，性格差异过大，没法在一起。”大家知道，世界上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人，谈恋爱拿性格差异做分手的理由，那十有八九就是借口。那么，王志康为什么要用性格差异来作为分手的理由呢？这个呀。 我们还要从他和李英的恋爱说起。李英长相甜美，打扮时尚，她一到单位啊，就吸引了王志康的注意。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逢春。王志康啊，就开始追求李英，他天天围绕在李英的身边。后来啊，李英就接受了王志康，他们两个人谈起了恋爱。但是，王志康很快就发现自己找了一个霸王花，有时候三更半夜啊。 李英都会突然给王志康打电话，说自己饿了要吃馄饨。王志康得到这个命令以后啊，马上就从床上爬起来，打起精神，开着车满城去找馄饨铺。一次两次，这种事很浪漫，但是次数多了，并且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不能关手机，王志康啊就熬不住了。在这场轰轰烈烈的爱情中。 王志康一直无限度的包容着女友李英的任性，可他心里清楚，李英再这样折腾下去，两人是无法步入婚姻的殿堂。接下来，王志康还会继续容忍女友李英吗？二零一八年的年初，王志康对李英说：“咱们两个人在同一家公司里工作，这种恋爱关系会影响咱们的职场升迁，所以我要从公司辞职。” 另谋工作，李英呢觉得他说的也有道理，就同意王志康辞职。这样他们两个人就不在一家公司工作了，两个人在一起的机会自然也就少了。但是李英仍然时刻缠着王志康，一会儿他让王志康发视频看看他在干什么，一会儿又微信和他聊天，而且每次一聊就是一两个小时。王志康刚到新公司工作啊，他要努力的表现自己。 所以他总是不耐烦地先挂断电话，李英啊就责怪他不全心全意地陪伴他，所以这两个人呢、啊、就开始吵架生气，而李英一生气啊就把“分手”二字挂在他的嘴上，每到这个时候，王志康都低声下气地求和，然后他们两个人再重归于好。一天，李英又因为王志康没有及时回他的微信发飙，谁知道今天呢？ 王志康却对他不理不睬，李英生气了，又发微信道：“我不跟你好了，咱俩分手吧。”他没有想到王志康竟然回复：“分就分吧，我也累了。”王志康竟敢忤逆自己，李英顿时是火冒三丈，他马上给王志康打电话，没有想到王志康不接他的电话，这李英生气了，他像发疯了一样：“你王志康竟敢犯上作乱！” 他一怒之下，把他手机微信号通通都删了，但是，王志康仍然不主动联系他。王志康的贴身陪伴，李英已经习惯了，在两个人打别了几天之后啊，李英就觉得自己离不开王志康，所以他又开始主动联系王志康。王志康还是不接电话，由于王志康不理自己呀、啊，李英就开始反思，是不是太任性了？他就发信息要求和王志康见面。 谈一次，王志康啊，这次答应了。于是他们两个人就约到了咖啡馆。当王志康以性格不合坚持要分手之后，李英啊就将滚烫的咖啡泼到了他身上。这就是我们案件开头讲的那一幕。那么这一杯咖啡泼过去以后，李英会因此和王志康分手吗？人有的时候很奇怪，到手的东西啊不知道珍惜，得不到的东西却拼命的追求。 李英当然也不例外。虽然她泼了王志康一身咖啡，但是她心里并不快乐。她需要的是男友低三下四的赔礼道歉。真要分手的话，也是她做出决定，而不是男朋友决定。所以，李英在咖啡馆风波以后啊，又多次联系王志康，王志康依旧对她是不理不睬。这李英啊，非要得到王志康不可，她就来到了王志康家，见到了他父母。 表达了他要和王志康重归于好的愿望，但是没有想到，他的良好愿望却遭到了迎头一棒。王志康的父母告诉他，王志康已经有了新女友，而且两个人已经谈婚论嫁了，希望李英和王志康能够好合好散。李英听了以后啊，伤心的离开了王志康家，而王志康在得知李英去了他家之后啊，主动给李英打来电话。 责怪他性格强势，从不妥协，跟他在一起他感到身心疲惫。现在认识的新女友温柔体贴，他们已经准备结婚了。王志康告诉李英：“咱们既然已经分手了，相互之间就不要再纠缠，各自走好自己的人生路。”李英没有想到，一直对自己百依百顺的男友王志康分手后，竟立即找了新的女朋友。 李英心中恨意难平，越想越生气，他决定一定要找机会报复王志康。李英就开始在网上搜索相关的信息，很快就看到有人发帖说他是职业杀手，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李英为此啊就加他为好友，这个网友就说自己是境外职业杀手组织的成员。 只要付钱，可以做任何事。随即啊，他发来了一份价目表给李英。杀手还表示，你可以先付定金，余款分期支付，并且承诺对报复计划绝对保密。李英不相信他的话、啊、结果那个杀手啊，又给李英发来了黑客的文件截图，什么杀手执行文件的截图等等。他还根据李英的要求，为他制定了一个详细的报复方案。 李英啊，终于相信这个人就是他要找的职业杀手。强烈的恨意啊，已经让李英失去了理智。他决定实施报复计划。以往，他和王志康生气以后总能重归于好，而这一次，王志康坚持分手，就是因为他有了新女友。那个女人夺走了他心爱的男人，所以他要教训王志康的新女友。李英啊，支付给杀手三千元定金。 约定，他在一个月内把王志康的新女友毁容。得知杀手完成任务，李英高兴不已。可不久，他却发现情敌并未毁容。杀手称自己只是认错了人，李英不再追究杀手责任，决定继续报复前男友。他又给杀手下达了新任务。 接到任务的杀手又会提出怎样的条件？这一切真的会像李英预想的那样发展吗？前女友的报复正在播出。很快，杀手就给李英发来了王志康新女友的照片，让他确认。这李英啊，没有见过王志康的新女友，但是他看到照片上那个清纯靓丽的女人，又听杀手介绍说。 就是这个女人天天和王志康在一起，他就坚信这个人就是王志康的新女友，于是他指令杀手出马报复。一个星期以后，杀手给他发来了几张那个女人满脸血痕的照片，告诉他那个女人已经破相了，任务圆满完成。李英看到照片上的女人就是自己确认过的人，他心中啊顿时感到十分解气。 他马上又向杀手转账七千元，报复计划圆满完成，李英教训了自己的情敌，心里想象着面对破相的女友，王志康各种复杂的心态。他为了看到王志康落魄的样子，李英啊又给王志康打电话，别有用心的问他：“你最近忙吧？”王志康淡淡的回应：“还好。”李英又说：“哪天你把女朋友带出来，咱们见见面呗。” 王志康马上警觉地问：“你这是什么意思？”李英开心地笑了：“没什么意思啊，我关心你啊，看看你女朋友长得什么样，有哪些地方值得我学习。”王志康听了以后，回道：“见面没有必要了，谢谢你的关心。”说完呢，他就要挂了电话。李英啊，忍不住地追问了一句：“你女朋友现在怎么样啊？”王志康回道：“很好啊。”然后就挂了电话。 两个人通完话以后啊，李英仔细回想王志康刚才说的每一句话，想想他已经苦不堪言了，还强说自己一切都好，不敢承认女朋友已经破相，他心里啊不由得感到更加舒畅。我让你猪鼻子插葱装象，我看你以后天天面对破相的女友，你还笑得出来吧？ 自从得知杀手替自己报复了情敌后，李英一直在等前男友王志康求和，可是左等右等，他也没有等来前男友的任何消息，无法走出这段感情的李英决定主动出击联系王志康，结果有了意外的发现。在李英的强烈要求下，王志康啊再次和他见了面。李英对王志康说：“我后悔了，咱俩和好吧。” 王志康摇了摇头说：“不可能了。”听到前男友这样说，他的冰冷态度、啊、彻底激怒了李英。李英马上起身说：“背叛我，你将来是要后悔的。”李英的心里啊，怎么也不相信，王志康的女友已经破相难看了，他为什么还那么坚定地爱着他？那个情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难道真的比自己还优秀？李英啊，非常争强好胜，他决定去面见。 王志康的新女友，看一看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李英万万没有想到，这样一个想法竟然使他蒙受了重大打击。李英不知道王志康的新女友叫什么姓什么，也不知道他在哪儿住，在哪儿工作，所以他只能跟踪王志康。为此啊，李英就请了一个星期的公休假，每天下午他去王志康的公司附近盯梢王志康。 很快啊，他就看到一个年轻女子到公司楼下等王志康下班，然后两个人在手挽着手一起离开。李英仔细观察，没发现那个女子脸上有任何伤痕，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杀手不是说他已经破相了吗？怪不得那天自己幸灾乐祸地问王志康他新女友怎么样，王志康没有一点异常的反应。难道那个杀手骗了自己？ 李英啊，为了稳妥起见，他又仔细观察了几天，证实那个女的确实是王志康的新女友。得知王志康的新女友安然无恙，李英顿时怒火中烧，他没想到自己不仅情场失意，到头来还被骗子杀手耍得团团转，于是李英决定找杀手讨个说法。 李英回家以后啊，就立刻联系了杀手，质问他为什么骗自己。杀手啊，矢口否认，说干我们这一行的都是信用交易，不会骗任何人。你理应交办的任务我已经圆满完成。如果你说情敌没有受伤的话，那只能说明你当时认错了人，我也打错了人。然后这个杀手啊，还冠冕堂皇的说什么，因为这个事儿，我的良心呢，会受到谴责的。 要要求李英进行经济赔偿，李英已经不相信这个杀手的话了，就说你是一个巧舌如簧的骗子。这个杀手啊，马上表示，你如果不相信我的话，我马上带你去看那个受伤的女人，让你当场验证她是不是你在照片上指认的人。但是你同时要带上五万元，一旦证实是你当初确认过的人，你要赔偿我。 李英不可能和那个受伤的女人去见面。既然杀手说他是讲诚信的，那么李英就将他的一军，说：“如果你要让我相信你的话，我给你一个新任务。这个人我认识，绝对不会认错人。”说完以后啊，他就给杀手发去了几张照片。杀手就问他：“这是什么人？”李英说：“这是我的前男友王志康。”杀手听了以后，马上表示：“没有问题，我保证完成任务。”他问李英：“你如何报复这个？” 王志康，李英脑海里啊，立刻浮现出了王志康和新女友在一起手挽手的亲密场景，所以他气呼呼地说：“我要他死。”杀手一听李英的新任务是杀人，就向他表示：“杀人和前面的伤害不一样啊，他需要重新再拟一个周密的计划，还要组建一个团队，报酬最少要二十万元。”李英马上表示：“钱没有问题，你开多少价都可以。” 但是我已经不相信你了，所以现在我不能给你任何钱。等你完成任务以后，我一并给你。杀手啊，有些无可奈何，但是为了维持他所谓的匡扶正义的形象啊，他就承诺一个月内要让王志康人头落地。见杀手迟迟没有消息，李英主动联系了他，杀手竟提出了新条件。 李英带着钱到了两人约定的地点，不想他却被警方当场抓获。法庭上，李英辩称自己的行为并未造成人员伤亡，所以不构成犯罪。那么他的辩解理由能成立吗？前女友的报复正在播出。杀手领取了任务以后啊，李英就天天盼望能得到他完成任务的消息。 过了一个星期，他就开始催杀手，你赶紧下手。那杀手就说呀：“我现在天天在跟踪王志康，正在寻找合适的机会。”到了第二周，李英还没有联系杀手，杀手啊就主动联系了他，说：“咱们两个人要见见面。”李英过去啊已经和这个杀手说好了，两个人不说真实姓名，也不见面，往来都是通过网上进行。现在杀手提出来要线下见面。 他当即予以拒绝，但是这个杀手说什么：“我已经准备动手杀人了，杀人犯的是死罪，事成以后我得马上躲起来。为了保护你，咱们也不能联系，因此你要先把钱给我。你给了我以后，我才能去干活。所以咱们两个人必须见面交接。”李英不同意：“你拿钱以后你跑了，我上哪找你去啊？”杀手又说了：“干我们这一行的讲究就是信誉。” 通过第一件事你应该已经了解我了。如果你不信任我的话，那我就把你派给我的任务告诉你的前男友王志康，你看看王志康会不会来找你算账。李英一听，杀手开始威胁他了，再想想，他如果真跟王志康说的话，那自己的身份就暴露了，所以他就觉得自己必须先稳住这个杀手。于是啊，他就让杀手把具体位置告诉他。他说：“我先送一半的钱过去。” 杀手啊，沉吟了片刻以后，同意了，没有坚持他，他必须付清全款。接着呀、啊，李英就带了十万元来到了两个人约定的地点。他刚用手机和这个杀手取得联系，周围啊就冲上来几位便衣警察，李英被当场抓获。原来啊，警方在工作中发现了这起网络雇凶杀人犯罪的线索，通过跟踪确认了那个所谓杀手的身份。 民警啊，就先将杀手抓获，然后又利用杀手将买凶者李英调出，从而一举破获了本案。就这样，李英被带到了公安局，民警对他进行了讯问。可随着警方对案件的进一步侦查，竟发现了本案背后更加荒唐的真相。那么，这个真相究竟是什么呢？ 原来，那名所谓的职业杀手实际上真是个骗子。他的真实身份呢、啊、是个公司的员工，由于贪图安逸，企图不劳而获，他就在网上啊冒充所谓杀手集团的成员。他的目的就是为了骗钱。他利用从电影里学到的所谓的话术，编造所谓的杀人计划，所谓设计逃避侦查的方案等等。更可笑的是。 王志康新女友破相的照片是他找来的熟人给了这个熟人几百块钱，让他配合拍照的，而且那个破相啊也是化妆后的效果，而李英出于狭隘的报复思想，就被骗子轻松骗走了一万元。案件至此真相大白，公安机关在侦查结束以后啊，移送到当地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检察机关以涉嫌故意伤害罪和故意杀人罪。 对李英提起了公诉，以涉嫌诈骗罪对杀手提起了公诉。李英在拿到检察机关的起诉书以后啊，才明白自己被骗子骗了。所以在法庭开庭审理的过程中，他们二被告人对于检察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骗子承认他骗了李英，愿意为此承担诈骗罪的刑事责任。而被告人李英啊，则辩解说自己是被这个骗子骗了。 骗子实际上既未伤人，也没有杀人，所以他的行为虽然有错误，但是不构成故意伤害罪和故意杀人罪。他希望法院依法判决他无罪，理应的辩解啊，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法律问题：买凶被骗是否构成犯罪？我们大家都知道，故意伤害罪是指故意非法伤害他人身体，并达到一定的严重程度，应受刑法处罚的犯罪行为。 而故意杀人罪呢，是指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这两款罪在主观上需有损害他人身体健康或者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故意，也就是说，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他人的身体损害或者死亡的危害后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而这两款罪在客观上又必须有实施了非法损害他人身体。 或者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大家知道，每个人拥有生命健康权。作为最严重的刑事犯罪，我国刑法历来对故意伤害和故意杀人保持严惩的态势。我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第二百三十四条规定。 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犯前款罪致人重伤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我们通过以上的法律规定来结合本案，我们可以看出。 理应因为恋爱受挫，他就意图雇凶报复王志康和他的新女友。他主观上有故意伤害和故意杀人的故意，为什么呢？故意伤害是王志康的新女友，故意杀害是王志康本人。而客观上，他辨认了杀手提供的被害人的照片，提供了犯罪的资金，而且他还将王志康的照片发给了这个杀手。这些啊，都是具体的犯罪行为。 因为这个杀手是个骗子，所以犯罪的危害后果没有发生。但是，理应买凶被骗，并不影响他的行为已经构成了犯罪。对于已经实施犯罪，最后没有得逞的行为，我国法律啊实际上有明确规定。我国刑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是犯罪未遂。 对于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根据上面的法律规定，李英雇凶伤害前男友的女朋友和意图杀害前男友，由于他意志以外的原因，犯罪没有得逞，属于犯罪未遂，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李英在被捕以后啊，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依法可以从轻和减轻处罚。 鉴于本案没有造成实际的危害后果，被告人李英啊，因为犯故意伤害罪被判处两年有期徒刑，犯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数罪并罚以后合并执行有期徒刑四年，而那个杀手因为犯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七个月，并处罚金四千元，在一审判决作出以后啊，李英和那个杀手都没有上诉，案件呢、啊、就这样。 落下了帷幕。进了监狱以后，李英通过教育和反思，意识到自己从小娇生惯养，形成了偏执的性格，理所当然地认为所有人都应该围着他自己转，不应该忤逆他的意志。因此，当他感情受挫以后，不是反思自己，而是归罪于他人，从而犯下了不该犯的罪行。李英啊，在想通了以后啊，他给王志康写了一封忏悔信。 向王志康表达了后悔之意。在案发以后呢，王志康通过接受警方的询问，了解到他的前女友竟然雇凶要报复他和女朋友，不由得吓出了一身冷汗。他没有想到啊，一场恋爱差点惹出一个人命案来。所以，当他接到李英的忏悔信以后啊，看到李英能够意识到他的错误，他也感到十分欣慰。他就回了一封信，表示对李英进行谅解。 希望李英通过这几年的时间，能够清除思想杂念，回归社会以后，做一个有益的人。观众朋友，李英的犯罪警示我们：爱情有得有失，人生有分有合，任何恩怨都要采用合法的方式解决。与其执意报复而深陷犯罪之中，还不如过好自己的人生，让自己的人生发光添彩，这比什么都重要。好，我们今天的法律讲堂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要了解更多的法律资讯，欢迎关注栏目公众号。再见。男子升职在即，可就在此时，妻子却怀疑男子出轨。我今天打了你好几个电话，怎么老是一个女的接的？男子家庭矛盾还未解决，升职计划又泡汤。因为家庭矛盾，不适合担任。 公司总经理的职务，男子发现这一切都是公司竞争对手设下的陷阱。得知真相的男子会怎么办？神秘电话引风波，下期播出。